没有，其实啊，你们刚刚听过阿廖唱歌，听过喇叭唱歌，然后也听过喇叭唱歌，也听过组员唱歌。对对对。底下还有一个人没有唱歌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听他唱歌？少华，少华，少。电吉他我帮你弹了，我帮你说。你看大家对你没有信心的，没有人想要跟我喊你的名字，哎。想听他唱歌吗？快点。少华，预备起。老婆说不要呢。只有老婆摇头，其他人应该很想吧。快点，少华，少华。好啦，快点。讲话啦。我就随便唱一首歌就好了啦。哎，现在随便唱一首，多随便吗？明明就会这一首。不要啦，我们乐团要玩一个游戏叫大风吹了。对了对了，要。所有的乐手要交换自己的工作岗位。其实我为了练这个鼓，长破茧了呢，包括我的心。哎，爆笑。拍谁拍谁，差点跌倒。打得很乱，请大家包涵。哎，借我 pick 嘛。刚刚还可以吧，我们。刚刚我们还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怎么？好，等一下会 solo。然后的 solo 很强哦，你们不会的哦。不要吓一跳。哇塞，三十连音。哎，我可以。少华讲话。等一下，我先调麦克风先。是。麦克风越降越低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低海拔吗？你明明住大五。哎。唱歌不是很好听啊，大家都不用包涵。哎，是啊，对，留下了伏笔，伏笔。今天这首歌呢，就考验我们团员到底有没有在好好的、认真的在练乐器。可以调管吗？你看，有些人现在在恶补。哎，动物园呢？哎，哇塞，到底。顺便介绍一下少华，他另外一个专长是打篮球跟排球，哎，他是篮球的后卫，以及排球的主炮手，哎，不要看我的身材，我十年前是篮球校队，是，被盖的那一位 ，OK， 我们就带来这首排球的夏日，哎，张震岳的再见，如果去年今年的跨年有来看我们表演的话，应该有听到我唱这首歌。不是唱得很好听啊，你那天酒醉呢？对啊，我那天是酒醉了。现在也是吗？对。好吗？有嘞。讲了最后一首歌喽，各位。因为时间也不早了，小孩子要睡觉了。谁的小孩？少华的。OK， 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就赶快开始吧。前奏再一次，怎么样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刚刚是都是在彩排。其实我们真正的节目现在才要开始哦。OK， 请给我还有我们的乐团掌声鼓励。好了。OK， 好，开始。张震岳，再见。熟悉的地方。
要一一介绍我们的团员。各位想看哪个乐手 solo？ 鼓手吗？鼓手是压轴。好了，我今天介绍我们的鼓手兼贝斯手蓝外先生。1 2 3 4。我要有像哦。哎呦，昨天你有练了。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个鼓没有打好，因为一直在练。好的，非常有水准的表演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的贝斯手兼节奏吉他手祖源先生。OK， 掌声鼓励一下。再次。我们的压轴，我们乐团的主唱兼鼓手阿廖先生。哎，太弱了吧！哎呦，有伤叔叔，有人在叫你呢，阿口，叔叔，有人在叫你。